There's a light taking flight, far from all the madding crowds. I am swept away. Here beside me, I can hear you say, I know the way to walk. 结婚多久？半年，刚满半年。还适应新婚生活？蛮适应的，不过我们原本就同居，所以其实对我来说那天就是一个完成一个很大的活动这样。哦，那天活动有没有什么遗憾？其实我觉得最大遗憾是因为活动太满了，所以就是很多时间都没有办法跟朋友好好拍照或什么之类的。你那天有什么活动？我那天几乎你们想得到的活动我全部都有，就是文定啊、迎娶，然后又证婚、晚宴，就一整天，就是包括传统的，然后西式的，全部都有这样。那你有特别喜欢哪一个段落？其实我蛮喜欢早上的文定跟拜别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女儿嫁出去，其实后续再回顾这段就是活动的时候，我会觉得非常的有点舍不得，可是也是一个很纪念性的，对于婆家这边的话。那早上有什么事情最让你印象深刻？我觉得是爸爸帮我拉礼服那个时候，对，就是因为其实自己在做书画的时候不会看到其他家人在干嘛，对，但是他有这个动作就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贴心，也是他疼爱我的一个方式。是你叫他去做的吗？其实是有稍微叫他去做，不过我觉得就是他自己其实也蛮疼我的，所以他当天就是很怕我什么东西漏掉，所以他就是赶快帮我整理这边，整理那边这样。因为其实我们常常拍完影片其实都没有办法跟新娘子好好聊，就是关于快剪快播这一个段落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常常会想说到底新人喜不喜欢，他是真的喜欢还是只是表面上说一下说哦你做得很好之类的。可以讲一下就是你当初在那边看 SD 的心情。因为我 SD 是就是在送客前的时候才播，因为我二进有一些唱歌跳舞的活动，那其实我原本对快剪快播的期待是觉得说，哎，可能，因为我活动太多，所以可能剪进去的东西就很少。可是当我看到快剪快播的影片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感动。第一个是因为，拜别那一段，就是我觉得掌门人真的有帮我把就是我想要的感觉表达出来。爸比妈咪，就是我知道你们现在很舍不得，但是不用担心，就是我也找到一个跟你们一样爱我的另外一半。就是其实我们可能就是家里也不是特别富裕或是什么，但是你们还是就是把我当公主一样，就是让我吃好用好，然后就是你们无私的爱就是让我觉得我一辈子都还不完。然后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我有空就会多回来看。对，然后我最爱你。然后当我再回头看的时候，我的宾客其实也都回馈给我说就是非常的感动，然后他们哭了很多次，我就觉得有达到我的目的这样。对，然后可是又中间在就会再慢慢的回想说我们当时拍摄的心情，所以我觉得那感觉是非常的兴奋，然后又很感动。而且我老公在那时候看 SD 的时候竟然哭出来，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平常可能不太会有什么感情的表达，可是他当下是很感动的抱着我，我觉得非常值得这样。对，最后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呢？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在那个新娘物语上面看到就是 Mr. Yes 开的课程，然后上了这个课程之后，我发现就是当天看到的影片或照片，其实那些新人我都不认识，可是我就觉得说就是他们的影片我觉得非常的打动我，然后就是即便不认识他们，可是我当下就快哭了这样，就觉得他要有就是我要的那种感动。对，婚礼结束之后你还会再把影片再拿出来看吗？其实我现在每天都拿出来再看一次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嫁出来，所以就是有时候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可以再拿出来看一次，那一方面是觉得说就是整支影片都有达到比如说音乐的搭配啊，然后画面的呈现，